雷帝王雷建平7月7日报道，景驰科技联合创始人、产品副总裁潘思宁今日突然发文，直指景驰另一联合创始人、总裁兼 CFO 吕庆等人伪造其签名和股东会决议等行为，已由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立案审理。潘思宁还说，鉴于吕庆等人的上述行为，如果你们收到任何文件，凡有我签名的都极有可能是伪造的，烦请将相关文件和事项及时与我联系确认。加入景驰前，潘思宁为百度凤巢系统总监，与景驰联合创始人、前 CEO 王进共事多年。加入景驰后，潘思宁为联合创始人、产品副总裁。今年2月，王进因故离开景驰后，景驰在国内的注册公司北京景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法人变更为潘思宁。知情人士对雷帝网指出，潘思宁在2018年2月14日就已经不是景驰员工，他的指控不是事实，景驰官方很快会有直接回应。另一知情人士透露，景驰高层之所以将北京景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执行董事变更，主要是潘思宁一直没配合新管理层，景驰内部无奈之举。据悉，王进离开后，景驰进行了一番高管调整，其中任命韩旭为公司 CEO， 吕庆为公司 President CFO， 李岩担任 CTO， 杨庆雄担任公司 Engineering 原思科大中华区资深副总裁，张力加入公司担任 Doctor Asia。 景驰与百度的关系也转和，百度不仅撤销对景驰的诉讼，景驰还加入百度 Apollo 开放平台，成了 Apollo 合作伙伴。此后，景驰火创新工厂投资，创新工厂 CEO 李开复还亲自试驾了景驰无人车。景驰 CEO 韩旭曾明确表示，王进已经撤出景驰，并不再直接或间接参与或干涉景驰任何业务。不过，此番潘思宁公开呛声景驰总裁兼 CFO 吕庆，也呈现出王进出局后，景驰内部依然有控制权之争。雷帝触网由资深媒体人雷建平创办，若转载请写明。